做短视频最重要的设备是什么？是灯光吗 ？No， 你看我这里的自然光不就挺好吗？是相机 ？No， 你看我们现在换的手机拍也没问题啊。其实最重要的不是你能看见的，而是，哎，能听见的。尤其是我这种说话的视频，观众清楚地听到我说的是什么才是最重要的。如果观众听不到你的声音，或者是听得很难受，他们就直接刷走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你怎么保证声音的质量呢？这也是很多人留言问我的问题。其实答案很简单，我现在就给你介绍我的秘密武器。这是我在 D1 Store 采购的 DJI 无线麦克风，即插即用，携带方便，而且声音质量还非常稳定。这才是你拍视频必要带的设备。